4月20号8时，今天上午8点02分，今天上午8点02分，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点。今天上午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.0级地震。我现在呢是在芦山县的老建筑，天泉县中医院，成都的华西医院，芦山县的玉溪村。雅安雄起，我们永远是雅安人，我们永远是一家人，加油！雅安，我们与你同在。God bless you。雅安的同胞们，虽然说地震无情，但是人间有情，你们一定要坚强，加油！我希望有能力的人不要单独行动，希望大家都能让出救援通道。天灾无情人有情，大家都在关心你。今天我们都是雅安人。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希望咱们雅安的同胞能够坚持下去。大难无情，但人间有爱。无论在哪里，我始终相信我们一定能挺过去的。好，我希望我能做一点小小的奉献。雅安加油！雅安，我与你同在。雅安加油！四川人民一家亲，我们乐山人和你们一起，乐山大佛永远保佑着你。雅安的人民们，我们与你同在。我在这里呼吁大家，一起为雅安加油。雅安的小朋友要加油。祈福雅安，雅安加油！中国加油，四川加油，雅安加油！祈福雅安，雅安加油！雅安加油，雅安加油，雅安加油！祈福雅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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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雅安加油！雅安，那是一个秀美的地方。雅雨、雅鱼、雅女。4月20日，本该是一个美丽的周末。小小的小孩，不要哭。我知道不是你贪玩，划伤了脸蛋，弄脏了美丽的衣服。小小的小孩，别担心倒塌了的房屋，让大人们来做个游戏，就像搭积木，帮你盖上新的屋。亲爱的小孩，你大声点哭，妈妈听不清楚。是不是因为妈妈的怀抱还和往常一样温柔？可爱的小孩，去天堂的路很黑，一定要手牵着手，不要打闹，小心碰着头。乖乖的小孩，一定要记得爸爸的掌纹和妈妈的眸，来生我们一起走上回家的路。